看了，能耐有人要劫狱。杨戬，你不看？哎，不会是来救你的吧？啊！给我老实点，别给我惹麻烦，听明白没？哎。走吗？走啊！姑娘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不是，这重要吗？听我，小铁，二爷呢？在那儿。啊，这就是下一步。